我告诉你，我们的金汉的，你看起来比较很尖很尴尬，但是没办法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就是送早了，那个送尾了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个那种送早，我很怕对你说，我跟别人真的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从我发育的时候就开始乳房就会痒的了，所以痒到我以为。那几年就家里穿很松的，很松的就家里，我告诉你们不行。后来就家里都很痒很痒，痒的我真的没办法。我说为什么穿这么松，很松的，不会很紧的松脚，为什么都令到我很痒的呢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箍住我们的血管，或者我们热，很热。变成它没有血管通不到血，令到我们热还有血管好像比较绑住，所以变成我痒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多人一点点就有一种预防 cancer，可能是这种出来的。为什么简单？因为自从我们跟你说，大概2年前我就开始在家里完全不穿，在外面出来穿。在家里睡觉也不穿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我怕对你说，解决了了，没有痒了，很开心哦。所以我看到现在的人，很微一点点就会，生预防 cancer。可能他是职业女性，每一出去做工大概10几个小时就要带着个空胸罩来。没办法，好像那明星这样，他不，你看他每一次都要出来见人，就是带这个胸罩。所以我们在家里没有去外面做工，就可以在家里没有带个胸罩，这么简单。我那几年我前边没有痒，我胸部没有痒，所以我感觉到好像我现在当你们是我的朋友。所以你说。就是我有种感觉，你是们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就有种关心你们啦。如果你照我的方法来做呢，可能准备预防 cancer，所以那个健康对我们很重要的。看你们觉不觉得要模仿我那个方法，如果觉得也挺管用的，我也是觉得。替你们开心啦，哈！因为我们的健康是自己的，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啊。等到健康没有的时候，心里来就太迟了了。所以变成我现在，如果那2年我觉得我放了在家里没有带松脚，各种好处的，所以我今天也是当你们是我的朋友，心里来比较很。八卦一点啦，跟你们讲啦，跟你们说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有效的，有点帮助的，我也替你们开心啦哈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效果真的很好很好，效果很不错不错。自从我在家里放了没有带松脚，很松，松的真的很松的，一点都不紧的松脚，也是没有用，也是在家里不停痒，睡觉。我现在没有带了，在家里我也没有带了，所以我在家里穿吊带啦，吊带的衫比较厚一点的，看不出来，就是用一种方法的，令到自己舒服啊，遮住了没有怎么这样尴尬啦，给孩子看不看到，但是为了我们健康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来的。好，我就是来接你了，拜拜。